面的英文是什么意思？浪漫。哦，大伙这么有文化啊？是你没文化。冰个答啊！不要太过分了啊！赌博不要面子的啊！小学学的不知道学过吗？哦，可能我们上的小学版本不是很一样啊。他居然带着多兰顿，这确实是很难以让人置信。不是，这奎钻体也太垃圾了吧！不是两级被一级这样打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伤害的奎钻体。别卡线呢，我等下被抓了怎么办？这卡线有点太不公平了，我让他打我一套吧，把这兵线清一清，打我干兵堆里。我交替出来了，干兵堆里让他打，这样他就把兵线推过来了。他妈，他一直卡着线，我有点玩不了了。这么有实力吗？啊！给你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！快走！他再 Q 我要翻脸了。没大招，太装了。放心，我很懂事，包给你投的。他也很懂事啊，没吃我的线，可以的，大家都很舒服啊，这样，剑魔有点不舒服啊，那管不着啊，总得有人不舒服吧。越了吧，都是教训。太恶心了，想念天使的第一天，要是玩天使就不会这样了。
别急，注意我的细节啊。过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细节啊。救下来了，别进，他交三栋 Q 了，刚刚卡莎也很肥呀、啊，哎，你一直点，搞得我炮车都漏了，真烦！干什么？要打我啊？你能打死我不成？啊？你怎么不给你家卡莎加速啊？这么自私啊！能打吗？滑板鞋，下路也站起来了。
黑塔会吗？大了吧，把他带走。这局看得太爽了。哎，不是奎章你很垃圾吗？怎么玩好像还有点强度呢？是主播太强了，还是这英雄是数值啊？不知道，我感觉不是挺垃圾的吗？感觉打团有点厉害，是主播太厉害了吗？应该是这样吧，还是有点数值太猛了，不知道啊，我玩起来有点不对劲，怎么这么猛？